这个菜的名称是什么？没有名称啊。还没名称，你给它起个名字。你就叫黄梨庵菜。啊，这叫黄梨庵菜，黄梨庵。这个叫什么？三妹子。这个叫中国 hamburger。hamburger。啊 ，Chinese hamburger 啊。啊。中国黄梨庵菜 hamburger。黄梨庵叫做哎呀，讲不出来了，饺子都包完了，然后要煎就煎熟了。